各位亲爱的小老弟、老铁们，各来聊。那今天这一集呢，我们来看这个14 Pro Max 的原厂壳啊。哦，那我一直想要用裸机壳都没办法，因为小老弟一直有发问，那我就测给你们看哦。他们现在的问题是这个透明壳有问题哦。那你有发问，我就实测给你看哦。他说这个原厂透明壳，他说会有声音哦，这个14 Pro Max 的。哦，说底下两个声音，那我之前是跟他们是说，我拿13 mini 在测的时候，就是它的确会有声音，但是我觉得是可以容许的范围啦。那其实14 Pro Max 也是在我觉得可以容许的范围啊，我就测给你看，它的确会有声音啊，它这个声音就有一点像那种好像东西接触会沙沙的声音哦，你听哦。我不知道你们听不听得到啊，就是有一个挤压的声音。可是这个是像我会认为说这个是它可能有一点缝隙啊，上面也会有。啊，所以他们说他在握的时候，他认为说他在用的时候，他说我这个声音。好像不大喜欢的时候，可是我来讲一下说，说我对于这个声音呢、当然我们会希望说它真的完全会没有声音，可是即使我自己在用哈、我不会刻意去要去这样压啦。我即使在拿，即使这个原厂它壳它手感很好，你不用很刻意去这么大去特意去要压它。那即使有这种小声音，我都会觉得都在我可以接受的范围啊。它这个有点像说这种塑胶哈、这种跟金属，它那一个面可能会不会是削削，还是一些什么，或者它有一点空隙，在压会有一个挤压的声音。它甚至按键也会有，按键除了有那个按钮的声音以外，它还会有一种那种塑料粘住那个金属，然后产生的声音。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听到？我不知道它收音可不可以收得进去。然后下方是这种，但是我觉得它排好诶。我觉得还是可以在我的接受范围，因为我觉得它的重点是它在摸它原厂的这个壳啊，它在摸它的这个手感啊。你真的是你说你真的要我说实话，就是我还没有摸到一个像原厂这个手感、这个涂层、这个光滑面这么舒服的了。那这个也没办法啊，它是这种硬壳的啊，那硬壳类的就是。我觉得他现在做得非常好，而且他的涂层就是，你就要佩服原厂，他这个涂层刮伤或什么。你现在外面看的市售或外面的保护壳啊，你不要说原厂这样子哦，你就说大家都有做涂层啊。我跟你讲，原厂的你可能用个一年，它还是这样哦，你稍微清洁还是这样哦。可是你现在用市售的哦，不管什么牌子的。你可能用一两个月就全部都乱七八糟，都刮伤啊，甚至涂层有的还掉了。原厂的就是不会，它顶多是你用一年多有一些刮伤，可是它怎么摸，你就去测啊。因为我现在的旧的手机啊，12的啊，12 mini 的什么的啊，都做过一两年了，我现在去摸一样都是这么光滑，都是这么舒服啊。那所以就是，我觉得原厂你要买它，就是它的这个。它的这个手感就是非常好。那至于说这个声音，我认为是有的，那是但是可以接受。那我13、12的大概也都是有啊，到一点点而已啦，我可以接受。如果你真的不能接受的声音，那你就干脆，不然你就买来你就直接退掉了吧。但是我是觉得很可惜啊，我这个我是可以接受了，我不会在意说这个声音，因为我平时在用，我也不会那么大力啊。哦，那即使有一些小的声响，我也不大会注意，因为我们是去摸这个手机的手感，对，
所以今天这一集就是为你解答啦。然后你如果觉得原厂太滑，你会很害怕又要掉下去，你就是我说再买一个卡夹，或买一个行动电源吸上去，你在握的时候，它就会更安心啊，更稳固啊。而且你们常说会怕说我这个手机不能正面放啊，你们就会说会有跷跷板啊。那你今天你贴一个这个卡槽，哦，上一集没有讲说它这个卡槽还有一个用处，就是我放正面的时候，它就是变成旋转木马了，它不用碰，它不会碰到，它又不会碰到，不会碰到你的桌面，而且又这么高，对不对？它又这么高啊，所以就是其实装一个卡夹真的是非常多的，等我一下，它就是非常多的好处啦。啊，所以就是今天就是跟各位去分享说，啊，其实这个声音我觉得可以接受啦。另外就是买一个卡夹，原厂这个壳是真的非常值得啦。那如果你真的是没有办法接受这种声音的话，再给你们最后做一次这个声音，底部会比较明显啦。上面有一点，然后按钮的话也会有，按钮按下去是有那个塑胶弹的声音，可是你按到侧面，它会有一个那一个塑胶声，你听，也是会有啦，不过下方会比较多啦，所以那个就像那种沙沙吧，就是。是迄金属加迄塑胶无，涩涩的迄种声啊，啊，我是可以接受啦，啊，你不能你就退货了吧？也是讲，我觉得很可惜啦，因为我觉得原厂这个壳真的是，你如果要我真的讲哦，我还没有摸到一个可以跟它这光滑的手感可以匹敌的啦。啊，你会害怕的话，你后边就买一个这个，你就买一个磁吸这个，你把它装东西让它凸起来，你现在再去握原厂的，然后又有这个凸起来的，你去握啦，我跟你讲，原厂它就是厉害啊，很舒服啊，这原厂这种手感，尤其是塑胶这个透明塑胶这个，它还比那个皮革塑胶的还要好，你真的没法多找一个讲摸起来像它那么舒服的。好吧，那今天就到这边了，希望对你会有帮助。这个声音我觉得我可以接受，你不能接受你就退掉了吧。只是我会觉得可惜，我认为这个都在我可以接受的范围，它的确是会有声音。好，那今天这一集就到这了。